一到店门前，会先怀疑自己是否穿越时空，来到50年前的台湾。店里的摆设是指在台湾老电影里才会看到的场景，来到这里就是个特别的回忆。点了招牌的综合冰砖坐下后，吃下一口冰砖，眼睛为之一亮，本以为失传的古早味竟然在这里吃到了，孩童时代的记忆瞬间浮现在脑海中。经典的芋头口感浓郁，甜而不腻，很是好吃哦。淋上炼乳的蜜红豆搓冰也是品尝古早味的方法，洁白的搓冰铺上一层蜜红豆，最后再淋上满满的炼乳，甜蜜的口感带入冰凉的享受，体验古早味的甜品就是这样简单。